郭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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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郭
总队长、云林县消防总队长沈宗龙也是议长级，新竹义消总队长则是副议长余邦彦。郭台铭首任的议长系统，加上王金平是全国义消总会总会长，他自己又是中华民国义消联合总会总顾问，是否也代表掌管全台义消组织将成为最有力的后盾？郭董事长哦，对阮这个义消这兄弟啊，拢足照顾了，每一年哦，拢会出钱出来啦，拢来关心这兄弟啊的付出啦。如果有人一起联署，当然是会啊。警消过去总让人感觉是一家，外界普遍认为侯友宜掌控一级民防系统票源，但基层却说也未必是铁板一块。啊，我是卖侯友宜就好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其他三个以后要安那再过来考虑。消防员加义消共有6万多人，全国义警加民防大队则有4万多人。郭台铭、侯友宜两人与警消各有渊源，也让原先系出同门的警消可能产生分裂支持。三立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